文化部为了推行在地生根化，邀请了国内知名三大剧团前往南投、花东还有高屏等地联合展演，希望借着由下往上的方式，让民众呢更了解传统艺术作为艺文发展累积的动能。Long stay 啊，就去的时间到三到五个月的时间，再跟一个地方做一个结合，在那边演出，在那边做一些论坛，在那边做一些工坊啊，让大家都能够参与，然后有展览啊。那这样比较长的时间，能够希望把艺术传统艺术能够跟地方能够落实，能够生根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就是我们的团队都跟地方在地的团队做一些结合，共同的演出。身手利落，脚步轻盈，脸上画着传统的国剧装扮，另一端响起国乐的美妙声音。国光剧团的表演为文化部传艺活动开启了序幕。文化部这一次为了让传统艺术在地化，特别采用了泥土政策，要让文化在地生根。不但要在各地展演，并用 long stay 的方式深入地方文化馆，并结合学校巡演，注入来自传统艺术专业团队的发展能量，进而遍地开花。